났어. 가져한 거지. 很亲切的感觉，他在回首，他应该觉得你会快快点，要不要？好，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下住了一个晚上的心得。那我觉得这边呢很幽静，然后很舒服，然后他的早餐也很好吃，就是各式各样的buffet啊，然后东西式都有，然后也很健康，食材用得很好，然后整个环境很舒服，然后还有自己的游泳池，我觉得超棒的。然后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我觉得它的那个厕所没有做到干湿分离，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它的水如果它的那个叫什么过滤的那个沟，那叫什么？排水孔可能没有那么快就让水排下去的话，水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淹到那个洗手台的下面，然后等于浴室啊洗手台脚这边都湿湿的，这样就比较容易会滑倒。然后还有它的晚餐，我们晚餐是点那个茶的料理，那口味上的话感觉都蛮咸的，就感觉咸到嘴巴都会麻麻的这样子，口味上比较特殊，所以比较不太习惯。那基本上的话，这一间我是觉得有公共游泳池，绿又很好，然后又有自己的泳池，然后又有很大的空间，像别墅一样，基本上是觉得很舒适这样。对，然后睡也睡得蛮好的，然后还有可以上瑜伽课，免费的。我刚刚去上了一个哈达瑜伽课，早上大概7:30的时候开始，要很早起，然后但是整个 view 跟天气都超好的，然后空气也很新鲜，那基本上上起课来也是很舒服的。对，那我是整体来说觉得这间是不错，值得一辈子来体验一次看看。对，那你觉得怎么样呢？我觉得很棒啊，除了在上述的优点之缺点之外，它的那个浴缸的水啊比较不热一点，所以可能快快就冷掉了。其他我都觉得很棒，真的很值得一辈子来一次。对呀、就觉得它是有那个价值在的。就如果大家朋友有一些纪念日啊，比如说结婚啊纪念日，或者是说交往周年纪念日的话，就可以来参考看看，可以来日月潭这个韩碧楼体验一下有钱人的生活。3007，好，何小姐，对，这边请。好，谢谢。好香哦。关心一下，因为我们瑜伽课程的话，服装的部分，您里面是还有内搭吗？有裤子，有。因为有其他贵宾，男贵宾怕你啊。了解，我有穿。今天教室的话在这栋的6楼哦、好，进去先生可以帮我坐在聊天英语君你是一个哦你不用还有三个关系还没跟你进来你是六月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吃富的早餐，这个住宿车套餐自由餐一个晚餐跟一个早餐，所以我们现在要走路去昨天吃的那个茶玉主厨的那一个地点、然后在那边吃早餐。对啊，期待吗？期待。你看我昨天不是一直想要吃那个日式生鱼片？
然后你等一下就可以吃得到。但我觉得早餐应该不会有生鱼片，早餐应该是别的，应该是走私的。对呀、啊，应该是。对，这样子长廊走过来很悠闲呢。悠闲了。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韩碧楼的景，这边景很漂亮哦，可以真的可以看到湖景。我们终于住到有那个湖景的房子了，之前一直订很多湖景，然后结果都没有湖景，这次真的有了。奶油都可以吗？对，都可以。那多一点。放旁边好了。
不是，他比较看片中式的，在板上面。哎，很可爱耶！你是多少吗？那你现在多少？最近的话是448，大概4500左右。哦，看一下。看一下。很可爱哦。哎，他这个音响。哦。你这边有弹响，这是有弹响吗？你过敏？你太大声。防蚊露，哎，这是防蚊露哎，对啊，防蚊露，嗯，就是可以擦在身上。一个是防蚊露，一个是那个蓝泥，一个是那个香茅露。哦，这样不错啊，这边有试用。哦，好啊，试试看。小黑蚊，那个是什么？那个是护手霜。哦，那这一条多少？这个是320。哦，可以可以。我试试看，这样有多蚊子？山区比较油，对，走的步道，我怎么建议还是喷一点那个好吗？嗯。哎，很好玩哎，试试看。哎。而且它两条才300多。这两条包包比较好携带。哦。那你到手脚稍微捏一下。好啊。哎，你穿裤子。你穿裤子。我在喝汁。哎，他其实没有拖鞋，都没看到。他有厚底的跟那种。那种只能去泳池，没有带拖鞋。不知道这边有卖什么。那看起来亮晶晶的哈，那个。你说水晶球那个吗？水晶球，亮晶晶。好，我帮你看多少钱。哎，这个价。4入1500。哇哦！对，精品，对精品。那小小哎，磁铁老公，两路小磁铁420要吗？哇！我们不是要磁铁吗？我们那就纳入考量。好，先再逛一下。好，再逛一下。哎，那这个呢？这个450，大磁铁450，然后两个小的420。哇哦！这个吗？放前面好吗？啊？什么？这平板。OK， 可以。这包多少？这应该是磁铁吧？哎，它是曼陀罗哎。你看，我就喜欢的曼陀罗。我常常画呀。不过我觉得很眼熟。可是它这个一个不知道多少。它没写价钱。全部都是曼陀罗。这个是应该是金球吧？那是防蚊的，不是消消炎的。防蚊可以，它手脚也可以擦防蚊，可以。你要毛毛，你不是很喜欢檀香？不要。右边这一根，这个太成熟。哦，很有泰国风。泰国风。泰国的。这一条10000多块，这一条10000多，这个就不知道了。啊，精品呐、啊！对啊，这是精品哎，是二五八零，便宜的。你好，那我直接这个。
粉香，你们是有会烧香，所以你可以烧香。嗯。你是有没有在买什么开心的？哦。在家里附近就买得到了。是啊，有一个房子。好可爱，这是什么？哦，好可爱啊！这是1499，珠宝盒。珠宝盒。珠宝盒。拍拍拍！掉了就要那个喽。这要买的哟。你说那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什么？带着珍珠的女孩。哦，带着珍珠的。九百八，你要买吗？九百八。那个扇子，你要买扇子吗？不要，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东西。看看看，扇子，你说没用，人家2000多块哎，2000多哎。哇哦。粉红色的，很精致哎，刺绣，是吧？他写刺绣。哦，他说手绘啊，手绘的。手绘，对，不到胶。你要网红手啊，那个垫在，一只手垫在后面。网红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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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了2080。网红手。哇，你整个镜片设成那样。等等，你这很快就要换。哎，这个很推拿。对，还有那个酷，要科学。哎，我们要去看那个吗？昨天多少呢？看一下哦，6980呢？好贵呀！帽子哈，帽子也超贵啊。对，你想看家里帽子多少？帽子啊，请看。价格在哪？这里。嗯，2300了。请看，这里也有，这便宜的这种。感觉便宜的，感觉外面便宜的这里。外面那个四级就买的。什么四级？那个，在9200，来9200，老街就买得到。9200，我真的以为我可以买得起这个帽子吗？啊，对呀，啊，想不到你只买得起一个护手霜。跟我讲话是我穿的错鞋子，我应该买不起啊。刺绣呢？刺绣买得起吗？刺绣可以吗？不行，买不起啊。你要花多少钱？感觉要几千块。哎，你怎么知道？1680。1680啊。你怎么答对了？很小一个哎，不少。哇，小条的1880。蝴蝶，它是磁铁吗？这是什么？它做的好可爱哦。这把是什么？好像不是，只是好像插在那个布上面。是吗？我不敢拔，好可爱。他说易碎物品上面。没错啊。那胸针不知道是拆小还是拆了不能。啊，胸针呐。胸针呐。对。很可爱，这只很可爱。像那种蜥蜴或者是那种蜥蜴吧，是比较受欢迎的。嗯。就是你平常穿素颜，然后可以叠在那种肩膀上啊。你们会想蜥蜴吗？哦，5600。嗯，少看一个零。你们想蜥蜴，你要买吗？我不要。你不喜欢蜥蜴吗？这
好精致啊！是精品呀、啊。非常非常精致，是蛮可爱的。还有柴火，嗯，很可爱啊，还有柴火，就好精致，好精致。我捏。还有这个小鸟，这很可爱。这是干嘛用的？它在笼子里呀、啊，很可爱。蓝牙小夜灯啊，它蓝牙音响加小夜灯，酷哦。这个好可爱哦。怎么这么精致啊？嗯。哦，太巧了，太巧了。噔噔噔！好可爱哦、啊！你看吗？人家那个敲的，好可爱呀！它会这样转，很可爱。它会这样转，好可爱呀、啊！有呢。对，就那很像是以前那种传统脚踏车那种的，零零零的那种。可爱。能可以来吗？对呀、啊。这个是可以看的。真的。这个它这个也是，只是说它声音。哦、啊，这个话是天竺叫空灵菇，那个像这样的。空灵菇，对，好有趣啊。大颗的话，声音就会有点空灵的声音。嗯，好好听啊。这个一直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听到话，真的。哦，空灵菇，哎，真的超空灵的哎。好像哦，前面这不像我，后面那比较像你。对呀、啊，真的好像。这一只感觉还是在买回去的，三万六。三万六。这只做的很棒哎，这个这超棒。就是这只我很喜欢，三万六。海梦的眼镜。对呀、啊。别、yeah. 啊、那你刚刚不是说磁铁是那哪个磁铁？那磁铁对，那哪个？这个小的两个四百二，哎，一个四百五。铁啊！对。哇哦！看一下，它是蛮美的，可是这好像看不出来是在。日月潭，那这个小的就有日月潭。这不代表日月潭，这代表那个寒碧楼啊。日月潭我们之前买过啊。哦，对，这是寒碧楼。我是说，这两个好像看起来比较像寒碧楼，这个好像看不出来是寒碧楼。哦，这可能比较精致哈、哦。因为这边有山，然后有像有湖、哦，这好像，然后这有树，这好像比较像寒碧楼这两个。哦、那两个四百二啊？还是你觉得这个？那我觉得这你觉得这三个哪个比较像寒碧了？小的好了。小的吗？因为这个好像看起来没有湖哎、欸。是这里吗？那小的好了。你说这两个？对啊。哎、欸，我本来想问他说这个多少？这要干嘛？那买这要干嘛？漂亮。这项目。漂亮啊。这你说白在桌上、啊。请问一下这一个多少？它
它是水晶质的而已，它不是那个瓷片。哦，就只能这个话是1680。1680对。买这个好了，这两个好。好，这个哪里？没有，再看一下。1330680艺术，好美哦，炫彩。可是3680有点，我买不下去。买得起这个，2420。再量一下，看一下哈比罗，哈比罗磁铁。我们两个人所以买了两个小磁铁，这样420。嗯，好，那就这样。我买得起这个。好，收工。Go， 结账。结账了。结账。卡。现在没有了，很多书可以借哦。村上春树、李登辉命运，这是杂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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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借我去房间看的。可以。拿回去放吗？可以拿回去放那些听 CD， 有 CD 播放器再看。这不可以，这可以借。这个世界啤酒地图。好酷哦，它这个书真的很特别。跟台湾有关。嗯啊。杂志。是。这台杂志，流行时尚杂志，都可以带我去看哦。可能。最新的 ChatGPT 也有。还有 Boss， 这个可以借我去看哦。这可以看我去看哦。这里。嗯。来小说。还有。还有，我们现在回房间了。准备 check out 了，耶！我去回家。每天朋友都记得要按下订阅、按赞、分享、留言。拜喽！拜喽！可以，做好了啦！按的 view 很漂亮。拜拜。哦，下面是那个逛街的地方。哦，所以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同样一区吃的都在这边，所以走下来就是可以逛了。只是因为那边太好玩了，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走下来，里面就很好玩。啊，同一区啦，只是它在最上面而已。同一区的。对啊，这个面馆那时候我们很饿，想说要不要吃面馆，就这几间而已。不知道乐乐泡有没有好吃生鱼片？日式料理。早上吃好多。哦，所以还好了，是不是？好哦，好哦。好吃，好的。哦，那我有点想吃炸虾，不知道有没有那种炸虾天妇罗那种的，不知道有没有？我记得有还有一个什么金什么洞的，也是专门卖炸虾，可是他每次都很多人要排很久，到时候再看。那里吃了一大堆，南北洞都有超多的。那我要买那个 Lady M。我还没有吃过 Lady M 的蛋糕，它应该有单片的吧，我们就不要买那一整颗就好。听说它很贵，很好吃。哟，我的我都拍到树，哦，有一点点糊了。
哦，对哦，它这边还有一个九族文化村。